我派飞机呢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乘客安全的送到他们去的目的地。Captain Branson， 今天是你第一次飞 Skyline， 我们有一点心意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 Thank you。 你相不相信风车转一圈会给人带来好运？我觉得你运气很好。Hello， 哎，这位是 Captain Tong， 是这次广告的飞行技术指导总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找你很久了。现在还有没有做区块链？你喜欢吃啊？自己做。一个生活没有味道的人，肯定吃什么都没有味道。所有事都是人为的，没有天意，是你爸爸安排的。 我受不了这里所有的事，受不了这里的一切。摩天轮停了，我们就结束。你表达，我不会缠你很久的。为什么你不开车呢？人生就是花一生的精力，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另一个心。你找到了，我呢，是这个世界上运气最好的。不要你在我身边，我要做一个有承担的男人。就算失去全世界，我也不能失去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就这样，男女主角没互动吗？